阳光。这衣裳谁给我买的？谁给我买的？我买的。媳妇儿，你买的？买的挺好，我就是小了。这衣裳它就是小孩穿的，谁大人穿这衣裳啊？我说你让我买这些奥特曼的衣服干啥呀？还有你这都啥打扮的？媳妇儿，头几天有个刘总在网上下的订单，订了一个10万块钱的90岁寿宴。多少钱？10万。你在网上又咋吹的呀？我是这么吹的啊。我们村高薪聘请中外专家，联手研发了一批超级保姆式智能机器人，能看病，能打针，能喂药，能翻身，能导游，能指引，能扫地，能吸尘，下海他能抓海参，上天手可摘星辰，摘星辰。空调换电扇，你越来越能吹呀，能整了吗？赶紧退了，整不了。退不了，定金都收了，毁约赔10倍。赔10倍？啊，赶紧接呀，这。哎呀，你别走两岔去，你赶紧的，大伙儿赶紧换衣服，都演机器人啊，都给我演像点啊。演机器人啊？啊，能演了吗？有啥演不了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一天你就在网上瞎吹吧，你瞎吹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你早晚得整出事儿，一天你死猪不怕开水烫啊。哎呀，烫啥烫？我真的，我这事儿我演啥呀？你是主机。主机主要机器人，你听我点话的话，我也得画哦。来，正好，快快快，正好正好正好，你就放心吧，你放心，立正，没事，有我呢啊，没事没事，来。刘洋洋，哎呦，我听说你在外头开个旅游公司，那混老好了，这啥风把你吹来了？10万订单的风呗。那订单是你下的？对呀。哎呀妈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啥，那定金我给你退了。退了？啊，那可不行，那老爷子呀就等着看这个机器人呢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如果毁约10倍赔偿。这机器人不搁这摆着呢吗？这就是啊。啊，都是。大奎啊，展示。大壮上。你好洋洋。你好。很高兴为你服务。啊，我爷爷呀过90岁生日，你看你能为他做点什么？我能扶他坐下。坐下。你回去吧。那谁，小丽在呢。上。你好洋洋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你好，你看他能扶我爷坐下，你能为我爷做点什么？我能扶你爷起来。你也回去吧。那你呢？你能为我爷做点什么呀？我能给你爷送走。啥玩意儿？啊，那个，我们这是一条龙服务，有扶你爷坐下的，有扶他起来的，他是那啥送你爷回家，这么个送走。这把我吓的。行，大奎呀，咱按照网上的订单签一份正式的合同。还签合同啊？在商言商，订单说话，如果毁约10倍赔偿。你看你老10倍10倍，老同学，你说你咋不念旧呢？你忘了咱俩小时候？小时候啊。
干啥呀？十一二了就在一起打连连是吧？我在哪儿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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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桂花，你站那儿。桂花，桂花，你别误会，我俩呀啥事儿都没有。不可能！你给我站那儿呀！哎呀，行了，桂花，大奎，你说你们眼睛累不累呀？何苦啊？哎，就这机器人，那不长眼睛都能看出假来。完了，那整容像着呢，咋还？该干啥干啥去，去去去。刘洋洋，你这也不是找我签订单来了啊？我说一进屋老十倍十倍的呢，你跑我这挣钱来了，你到底要干啥呀？马上撤下网上那些关于咱们村的虚假广告。凭啥呀？我为咱梨花山庄我付出多少心血呀，我不就想让大伙多挣点钱吗？为了钱让非遗传承人养机器人，大奎，你丢不丢人呐？挣着钱不丢人，挣不着钱才丢人呢。挣到了钱让全国人民在手机里嘲笑你们，那才丢人。洋洋，幸亏你回来了，要不咱梨花山庄的名声都回我手里了。大奎呀，严重了，其实你挣钱的理念是对的，但是你得记住四个字，求真务实。桂花，哎，我这次回来呀就是找你们两口子谈合作的。太好了，我不是开个旅游公司吗？咱们呢共同努力，把咱梨花山庄打造成为乡村特色旅游，让外地的游客来咱山庄品绿色食品，赏传统文化，享热情服务，让咱梨花山庄成为村美民富人兴旺的美丽村庄。好，太好了。